新专辑，新专辑，大概0.5成。今年吗？不，不知道。新专辑如果卡关，会想翻桌。上次做了，只有焦虑而已，没有到翻桌。我想我的。我应该就是眼瞳孔放大，我同事就可以 catch 到了，然后大概就是避开这样。有啦，你们这样三番两次，我后来就有觉得，哎，好像应该要急一下。我本来就真的没有急，就觉得慢慢来。然后呢，上一次问完，隔天有一种不行，好像要动工了，好像什么东西在一直追赶着我这样。我其实整个，专辑的构思是100%确定的，只是现在就是把那个拼图拼上了 的过程。如果是把 MV 什么什么舞蹈的话，大概也0.5成。新专辑，新专辑。所以今年发出来吗？今年吗？不。不知道。